能把国旗升到最高的领奖台上，就觉得很自豪，特别喜欢，就带到我脖子上的那一刻，我就一直在看它，然后一直在觉得沉甸甸的，我觉得很有中国元素，然后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其实我今天做好了准备，想把这个最好的一面带到这个领奖台上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领奖台上不应该哭。对，我觉得还得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吧，期待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能够经常来到这儿。